去高雄除了夜市还有不少小店一样有铜板美食。飘香半世纪的烧肉饭，选用较少脂肪的猪脷肌肉，肉质鲜嫩又够 juicy， 送饭一流啊。将木炭放在弧形烤炉两边，靠火的热气将肉半烤半炆，冇烧窿之余还有烟熏的香气。哇，大大碗烧肉饭啊，多试下先。佢超劲炭香味咯，同埋佢瘦肉多过肥肉，好啱女仔食啊。老板仲会将烤出嚟嘅肉汁收集，再加入卤水锅，等卤水味更加香浓。小食每款都只系8蚊港纸起。黑色货湾准时6点喺南海街开档，只卖面线糊，另类深夜食堂，环境神秘又怀旧。色感浓厚，味道却颇清爽，仲有香浓的腊排肉味，用料十足。选择不多，只有三款豆腐花，必食的是金桔豆腐花。金桔先浸蜂蜜，再加糖水淋在豆腐花上面，金桔连皮配豆腐花一起吃，酸甜中有点苦涩，最啱消暑。